各式的包包、手表、项链应有尽有，你没有看错，这都是知名品牌，现在在台东就可以直接买到。位在市区知名连锁卖场里头的哈吉品二手精品专卖店，有国际品牌包，现在都有特价优惠。我们哈吉品现在带来了我们这边最新的一款30公分的 Speedy。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，我们这一款它是全新品。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，它是30公分包，然后它可以用做侧背这样子，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手提这样子也很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全款是买万送千，那这个买万送千下来的话，大概折了3000多块。那3000块的话，那其实它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产品，而且它很漂亮，已经是全新品。这是我们现在店里面的 Tiffany 的饰品，那它是采用925跟18K 金，那它目前已经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。那它最经典款的话就是这一种相思豆造型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在这边的价位的话，通常都是专柜价的对折，那非常适合女性朋友来这边购买，而且我们款式非常的多。那除了我现在手上拿的之外，那我们的柜上还有蛮多的，还有这边的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蛮多款式可以选择的。开幕的特惠现在还有满万送千，相当优惠，就看喜爱精品的您自己选择是否可以抢到便宜。东台宣布政府刘婉珍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。